六七天了，灌个大几百斤，千百斤，灌个四五百斤。我灌的不多，几个人呢？我就灌了五斤，降温，反正按照过年的条，灌了十斤。今天差不多这个已经进入季节了嘛。周谷的灌多，12月1号开始吃，周谷一天一天比一天多。这是冬至提前一个礼拜，武昌汉阳的都蛮多，是有关系啊。你冬至它是一个季节性的生意，它非吃不可，是吧？今年肉比较稳定，便宜，灌香肠的人多。开始，现在人慢慢在多了。但是政策关注还价格性人肯定要多。